显然这个细菌在这中间做了非常多的变化，虽然它辛辣味不见了，但抗氧化力依然存在。哇，所以因此呢，它这个是台湾的奇迹啊，也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。哇，太棒了，这么棒的食材。那三爷，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黑蒜来料理啦，要做什么？我们接下来做一道呢，那个黑蒜蒸鱼。黑蒜蒸鱼，对对对。哦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这个黑蒜呢拿起来，我们直接呢就把它切细，这部分呢比较简单的由我来了哈。好，你像这个黑蒜可以直接吃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个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来尝尝看，这个很好吃，对。对对对，直接剥啊。我们来直接剥，对对对，这个没有蒜味吗？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，就跟你好像在剥什么番薯，好像地瓜。对啊，老公，它有一点味道。